尊敬的网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小蜜蜂程程，我回家了，在外面待了2天，朋友结婚嘛，吃吃喝喝玩玩闹闹的，挺开心。但是如果在吃方面讲，我觉得我还是我妈做的好吃，因为不是说外面做的不好吃啊，外面做的人家肯定是好吃的，毕竟人是专业的嘛。但是在我心里，还是我妈做的最好吃，总感觉，怎么说呢，就是吃的特别舒服。然后在外面一待2天，我就想家，想我妈做的饭。我们去看看我妈做什么好吃的了。豆角皮的，泡上了。这个是切出来的。对呀，这是咱家那长条子。那咱之前吃那个不是切出来的呀？之前那个是晒的、扒的皮儿。两种不一样。那个是蒸熟了之后晒的，这个是直接生的切的。对，我可是看我不一样，之前那个就是一整根儿一整对根对儿的，对，那个是蒸熟然了。后这个是切的一半一半的。那个是蒸熟了那个晒的，这个是生的切完了晒。就那个养生好好吃。看这个大猪肉，大黑猪啊！妈，这是黑猪，你看这毛都是黑的。对。泡点木耳，泡了点木这木耳蘸酱还是炖的？这个蘸辣根吃也行，蘸辣根。这肉还挺好的。五花，我寻思留着做扣肉嘞。那怎么？没有了，吃就剩这一块肉了。等着再去买点去。我拿个盘子。这个皮就不要了，这个毛太多了，全是黑毛。嗯，正好给小黑豹吃。这个再画上。你看，我看那边，你切开那边。啊，这肉，你看，这肉还挺好的。这五花肉好。这个要做扣肉能挺好的。这个肉老香了，黑猪肉香。妈，我感觉这个生的晒这个豆角，你这样一泡，这个味儿香。比那个煮熟了得香。你爸愿意吃那个煮熟的。我就愿意吃那个煮熟扒出来那个晒芸豆皮子。这个是芸豆干生的切的，所以炖的好吃。晒圆了得给我扒几颗葱，这葱花。8、5、6根儿，我家地里这个小葱也能吃着了。多新鲜！我种那个小葱全除了。没冻死。没。扣棚这个。那边那个。那个反正也还行，还剩了点那葱哈。嗯。就那天呗，那塑料棚、塑料布紧贴那顶儿。冻了。我看那个小水萝卜冻了一点。葱花还行。还有点铺的地方没，等会泡上，洗出来和蘸酱吃。又下雨了。这两天就不能上山了，都好几天。这得一个星期。得下一个星期的雨。下3天。到了这个时候。春雨贵不油嘛。也该下雨了。不下那个地那么旱。前两天在上山，那个冰湖都没化。它要下一次雨。对。这就下花光了。对，下个雨就投一投就都投开了。对，这个是前两天上山抠萝卜丁那根儿，放大锅里，放这个铁锅里炒一下，慢火腾。对，就用不能用急火，就是用那种炭火了哈，比炭火还得要轻一点那种火。有点火炭。对，有点火炭那种腾一下，然后这个萝卜丁的叶就泡一泡蘸酱吃。看这些得先晒，晒干了之后才能炒。这是婆婆丁根儿，这个粗。这大肉桶，人家都是用那个啥，就是分瓶那个小瓶装，然后贼精致。咱家直接就是大油桶拎上来了。靠一点这个柏油，搁点肥油，靠点。
油。猪脚要是不搁点大油不好吃。我也是这么觉得，我觉得豆角还是混油炖好。我小的时候就愿意蹲炉坑旁边看我妈做饭，这是我从小到大养的习惯。你那个时候一准离了妈也不行。妈到哪儿你到哪儿粘身上的那种。但不得不说，这个大锅炖菜哈，就是拍出来视频就是有食欲。这也好吃啊。对，味儿也不一样。肯定跟马勺炒就不一样了。嗯。那有时候不愿意用锅了，跟马勺炖这个，它就不比这个好吃。就是那个电磁炉，嗯，那个炖菜是最不好吃。嗯，那个炖还讲究，要炒更好吃。嗯，就是感觉它火候不够。对。来点十三香，又是十三香。搞得咱家好像是给那个十三香代言似的。那水关系。嗯。大锅炖菜炖肉特别的有味儿，特别带劲，我们这边就说带劲。嗯，菜炖的好吃也是带劲，人长得漂亮也是带劲，反正是啥好都带劲呢。东北话哈。对，哎呀，看这菜多带劲。好，可以添水了。好了，这添上水焖上就行了。好嘞，就是这么的简单。实际上大锅啊，它就是焖出来那个火候在那，它就是好吃。对。哇，豆角出锅了。我闻闻它和那个，我觉得这样的豆角香。